大家，我们的 hotel 是 Panmour hotel， 然后呀，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 KL， 我们在巴生 Klang。我还没有想到耶，刚刚楼下来看到小小的 lobby， 结果上来好几间房间，哇，还是很特别。鞋子这里啊，哇，不错，连音箱都有。哇，还有一个电视嘞！哇，你看还有这个。难得的电视。其实也不会难得了。嗯，就是纯粹觉得也是蛮难得。还有这个也不知道如何弄的，应该是随便乱画的，或者是一个被搞砸的那种图了，就是那种 mistake。怎么嘞？不 ，guys， 又是卖家没看你啊？这个什么来的？这个 keyblad 是不是卖家意思？就是没看啦，就是每个回教徒他们最重要的地方，他们拜拜每次都要向这个方向的话，真是到处都有啊，连巴生这里都有 ，Klang 啦，就是。吉隆坡，夸拉隆坡旁边的小镇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厕所。哇，虽然只有这样，不过也算好吧。虽然较小空间，不过还 OK 啦。嗯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在巴生帕莫尔火跳的房间，就是门一直锁不到了呀。Yeah.